主要是他可能脾胃不好，去年过来刚好身高基本没长过耶。去年多高？去年是有113，今年才115，对，才长了2公分，那就不够了。七岁男孩子平均都得去到1.24米。对，然后他容易那个积食，可能是吃多了。是不是吃肉特别多？对，他喜欢吃肉。吃肉多就容易积食啊，你要改一下这个结构，改成吃肉吃一点，你就吃这么大块的肉，吃4块3块就好啦。然后你就给他多吃一点青菜。嗯，吃的积食的睡觉就不好的，会做梦的吧？他晚上就是容易惊醒嘛。嗯，那会滚来滚去吗？会有一点，然后他喜欢那个趴着睡。容不容易冒汗啊？冒汗还好。哦，那我就给你调一调，然后饮食上你就这样调整一下。你看他如果吃完还想很想吃，因为他胃口大嘛，很想吃，你就给他煲一点莲子淮山羹，或者是煲汤加一点大枣无花果，他就有味道了嘛，他就可以直接吃哈。好的好的，谢谢。